呢度之前就好高位，嗰间3万几蚊尺，而家2万几啫。横竖翻上嗱，系自施政报告之后首个劈价盘，佢劈嘅幅度几高嘅，由8% 去到30%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下睇呢啲劈价单位究竟有冇限上。原先由1300万去到1600万嘅两房，而家劈到去大概1200万，成个户型其实几低埋，景观都嚟为 OK， 全山景，有个细露台啊，视野都几阔。啊！呢边就系一个 L 型嘅橱柜，都几好用。睡房就好方正啦，浴室就好企理，有窗嘅。主人房相对嚟讲都几大，有一个细露台啦，望出嚟嘅 good good 啦。只开放式200加几尺，就一眼睇晒，由之前嘅800几万变成600几万。买嚟周租嘅话，大概可以租到50蚊一尺，主要租俾中上环翻工嘅人士，或者系南区嘅分支家庭，再或者就系啲国际学校嘅老师。两个劈得最深嘅单位，我哋睇完啦，现价嚟讲都算值嘅。港岛南区未来有商场，成个区嘅规划都会大翻新，令人有个憧憬。至于呢个饼好唔好食，你哋觉得呢？今日嘅时间有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